穿越时空，嗨，大伙儿快起来！哎，蓝猫，探测器掉地上了。探测器应该由队长保管。你是队长？真是笑话！龙骑手镯被抢的时候，你干嘛去了？要不是我和蓝猫，给我，不给你。我们民主投票，选个队长出来不就 OK 了？我先来，我选我。什么？不行，队长时刻面临巨大压力，压力一大就会长痘痘的，还会有黑眼圈，更严重的是皮肤还会发黄，还会长皱纹。够了够了够了，太可怕了，我不可以当队长的。哎呀，咖喱弃权了。巴豆，你选谁呀？我，淘气也行，蓝猫也不错。那好，就算淘气和蓝猫各一票吧，再加上我这关键性的一票。我投票给蓝猫，嘿嘿，蓝猫两票，淘气一票，队长就是蓝猫。票数没过半不算。蓝猫就是队长。不能算数。我说你们两个别吵了。别吵了！喂喂喂，大家快听！是钟声。快看，是时光之钟。走。这么多时代啊，恐龙时代在哪儿？哈哈，侏罗纪又被称为恐龙时代，就是它了。只要时针停在侏罗纪的位置，通向恐龙时代的时空隧道应该就会自动打开。没动没动，再用力点，加油。没动，还是没动。这时针怎么拿不动啊？时间啊，这钟是由特殊光能板吸收太阳能来作为动力的，怎么可能用蛮力来推动呢？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弄。恐龙时代不会是去不成了吧？大惊小怪，既然弄清楚了时钟的原理，马上去找到启动开关不就行了？我提议，谁能启动时光时钟，谁就是队长。你可别反悔哦，蓝猫啊，走。干什么呀？队长，我当定了。幸亏我及时赶到了。哎呀，就这么一个启动不了的破玩意儿嘛，就算你们启动了，我还有着超磁力装置呢，想去恐龙时代没门儿。这计划真是太完美了。蓝猫，你倒是快想想办法呀！别急呀、用我这大锤能敲动的地方，就一定是启动开关。像你们这样用手摸肯定不得用，所以还得看我的大锤。拜托，时光之中这么精密的仪器怎么可能靠锤子来启动嘛？没关系，至少排除了一个可能性嘛。哎呦，想不到蓝猫这么死心眼儿。只有顶端没找过了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。果然在这儿。动了。蛮干是没有用的，还是用用脑子吧。我才是队长，彻底完了。淘气当了队长以后，我可有苦日子过了。
我们要去恐龙时代，时针不是应该顺时针转吗？让他吃点苦头也好。哎呀，你别那么小家子气嘛。淘气，坚持住。是啊，动了，太好了，你成功了，你是队长了，蓝猫队长，我的猫大队长，你真争气呀！行了，胡说。时光隧道还没有开启呢，凯上他怎么是队长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让你转，我让你转得停不下来。看我再来给你们加点料，把时光之钟给炸了。恐龙时代，永远都别想去了。我到那边去看看。原来是这只瞌睡虫啊！好好的看看时间吧。哎呀，狡猾的土狼居然利用了四雷的缺陷，可恶！大瞌睡虫，你就好好的睡一觉吧。快点快点啊，一分钟快点过去啊。不用瞎折腾了，我帮你们停一停吧。停在别的时代了，我可不想被卷进去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大家快躲到钟的后面去，快！哎呀，一分钟总算过去了。土狼，你这个破坏分子还想跑啊？哎，大块头，知道厉害了吧？我看你怎么上来。四雷跳不出去，但我可以爬出去啊。
让你尝尝冰冻的滋味吧。哎呦，你敢打我的鼻子？不好意思了，除了老板，没有人，没有人敢打我的鼻子。对付坏人绝不能手软。指针就是停不下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淘气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有办法，我能不想吗？时间紧迫，指针再不停下来，我们就去不了恐龙时代了。蓝猫，快下来，这样不行的。这魔法居然管用！我的天哪！蓝猫，我来了！中药停了，快跳下去！一二三，跳！蓝猫，你怎么不跳啊？你们赶紧躲到钟的后面去，我怕停错了刻度。怎么让他用这么笨的办法就启动了？过了，哎，过了，哎，哇，成功了！把事情搞砸了，我用得着回来吗？是，小的没用，小的没用。蓝猫他们去了恐龙时代，拉拉博士也被囚禁了，没有人会怀疑我了。你马上去恐龙时代，一定要抢在龙骑团之前把基因蛋破坏掉，绝不能让他们的龙骑升级。可是他们有五个人，我。废话少说，人生我自有安排。如果再失败，小心你的鼻子。我的鼻子！蓝猫龙集团圈套。我们降落。OK。大家快点，二哥来呀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哇，终于到了，恐龙时代，我们来了！这可真好啊！恐龙的叫声，让我飞飞来仔细听听。
好漂亮的恐龙世界啊！哦，巴豆喜欢。不会吧，见的大怪物也喜欢？啊！不要吃我！大英雄，我们去定位最佳精英蛋。我先把穿梭机收好，别弄坏了。好了，我们走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哎，我说，你真的是来协助我的吗？啊！独眼鹰奉命前来。真的吗？没错。啊，那你听我的。当然。那好，我们一起用魔力电子眼把蓝猫他们看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太老套，太没有创意了。什么？队长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干扰器发出龙蛋信号，引他们上钩，再利用这个冰川峡谷为圈套消灭他们。您觉得这样怎么样？嗯，不错，这回龙骑团完蛋了。波波球已启动，一号指令，基因查询任务，找出最佳基因蛋。目标已经确定。好了，目标确定，我们走。雪山？不会吧，菲菲，你不来吗？我找错了，等等我呀！哎呀，这到底行不行啊？哎，他们来了。他们怎么不走了？我不去冰山，这感觉不太对劲儿。切，是不敢去吧？不敢？就是。喂，我菲菲什么时候怕过？我只是质疑，是不是弄错了？我相信波波球。我不相信你。你无知，自狂无知，这两个家伙。他们是不是看出什么问题来了？没关系，我还有后招，保证没问题。说来听听。用甲龙引他们上钩。不错，稳妥起见，我还是亲自出马吧。你是不敢去？我不想去。胆小鬼，你就是不敢去。胆小？嘿，你才胆小呢。那你去啊。我偏不去。快抓住他，他含着的就是最佳基因蛋。这个样子的龙卷发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一切皆有可能。那不就是最佳基因蛋吗？是吗？那就让我来看看。龙龙，把蛋给我。不准跟我抢。我偏要。龙蛋是我找到的。好啊，看谁先抢到。哎呀，等等。来抓我呀，好跟我去陷阱。哎呀，你别跑、龙蛋是我的。龙龙、等等、是我的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得召唤龙来追了。龙？对了，猫大哥，你的哮天不是霸王龙吗？怎么了？要是哮天跟他做了朋友，不就可以轻易拿到基因蛋了吗？好主意。啸天出世。
龙龙，我们交个朋友怎么样？猫大哥，猫大哥，你得用点大动作吸引他，像喷火呀、打滚啊什么的。注意，是大动作，明白了吗？哈，有道理。你看，他都兴奋地打滚了。猫大哥，继续，继续呀。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好朋友。龙龙，好龙龙，我的好龙龙，把你嘴里的东西借给我好吗？喂，独眼鹰，快想办法让我脱身呐！你试试用最凶狠的霸王龙的叫声吓唬他们。哎，对呀。这么多呀，到底是哪一个呀？这个恐怕要一个一个的试了。只能是这样了。啊，是要把蛋给我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不是这个。哎呀，到底是哪一个呀？有这样的霸王龙吗？这霸王龙真好玩。难道他学过外语，还会多国语言？蓝猫，趁着机会快拉住蛋。哎呀，怎么都不对啊！哎呀，都怪独眼鹰出了馊主意，我一定要你好看。队长，赶快跑向圈套吧。你别岔开话题，哼，我自有办法。快抢蛋呐！大家拦住他。是啊，别让他跑了。哎呀，快拦住他！龙龙，龙龙，你别跑啊！快追吧！快！快点！快！龙龙，站住！你别跑！来追我呀，等你们进了圈套有你们好受的。队长，你跑错了，圈套在你身后。哎，站住！谁呀？别跑了。龙蛋。蛋掉下来了。太好了。他又叼走了。龙龙，别跑了，好像有点不对劲了。淘气，淘气，等等我。等等啊，龙龙，别跑了。哎呀，等等，淘气，有情况。啊？什么？不要追了，这条龙有问题。不能被发现的，一定要引他们上钩。蓝豆，快点！我跑不动，别追了，有问题。待会儿再说，龙蛋要紧。龙蛋，极地登场！淘气，淘气，淘气，淘气！哇哦，淘气，好样的！淘气，快把龙蛋给我呀！给我吧！我居然把他们引进谷了，太好了！独眼鹰，赶紧上场了！好的，队长。
甲龙！一个假蛋就搞定你们了！哎呀！队长，我来了！怎么办？你们大家找个地方躲一躲，我来殿后。不，让我来！菲菲，快点带他们走，没时间啰嗦了。是，猫大哥，你也小心点儿。小天，该我们出场了，比呀！蓝猫龙骑团，伙伴情深。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。告诉你，别以为一直没说，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都是因为你错误的判断，弄得我们被困在这里的。我现在又联系不上蓝猫，还不知道。哎呦，好冷啊，好冷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都是你，都是你。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淘气哥哥也已经很努力了。可是安茜，要是我们一直爬不出去，就会冻成冰雕的。别着急，经过前面的修整，紫金云积蓄了一些能量，我试试看能不能带着大家飞出去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们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。好耶！看在咖喱的面子上，先放你一马。大家注意，要起飞了。给你们飞一般箭的感觉，哈哈！只要有我这魔力电子眼在，就算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出去跟我玩。你们想离开这儿门都没有。咖喱快坐下。小心点啊。咖喱，咖喱受伤了，得赶快想办法。哎呀，可又联系不上猫大哥呀。哎，我们得赶快找到丢失的食物，才能在这么冷的环境下维持体力。就你知道啊。巴豆，你在这儿照顾咖喱，继续联系蓝猫，我和菲菲去找食物。喂，我是为大局着想才跟你一起去的啊。淘气哥哥，你们要小心啊。猫大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医药箱，巴豆，咖喱，你们在吗？啊，是猫大哥。你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被困在冰谷里面了，咖喱受伤了，你快来救我们呐！你们坚持住，我马上就来。
巴豆哥哥，我还是冷。咖喱，坚持住啊！猫大哥很快就会来救我们的。我怕坚持不了了。不行，咖喱，你绝对不会有事的，你不能有事儿。食物在哪儿啊？行了，别喊了。喊一百遍也没用，快找吧！找食物你还不让我说话呀？你不是说你是专业的吗？现在到哪儿去找食物啊？啊！我不正找着吗？食物！菲菲，你干嘛？还不快找！哼，食物！食物！哎呦！食物！食物袋！啊！啊！菲菲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取食物袋。哎，站住！我去拿，别又让你坏了事儿。淘气和菲菲他们回来了。真的？咖喱，阿豆。菲菲，淘气，你们找到食物了吗？咖喱他快撑不住了。当然。怎么了？怎么都是冰块啊？苹果，有一个苹果，只有一个。我们咖喱生病了，就让给他一个人吃吧。啊，那当然。咖喱，快吃吧，吃了就会好起来的。不，还是你们吃吧，这样才有力气出去。不，是我把大家带进这个陷阱的，我不吃。巴豆身体好，绝对不用吃。那我就花。你们都不吃，我怎么能吃呢？淘气哥哥，你们吃吧，我现在不想吃，我怕我再也出不去了。不许胡说，咖喱，我们是一起来的，就要一起回去。对，一起回去。一起回去。那我们一人吃一口吧，至少可以补充一点体力。等猫大哥来。你们别看着我，我说了不吃就不吃，是我害得大家待在这儿。我要是再吃苹果，我知道，有那么大口，真是的。好吃，还真好吃。
给老大哥，你在哪儿啊？好吃，真好吃，好吃！这些家伙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咖喱他们还在等着我呢。这么久没有出声了，我看他们肯定已经冻成冰棍了。老弟，别那么严肃嘛，来吃个鸡腿儿。啊，有人来了啊！还有漏网之鱼，给我出击！啊！嘿！呀！还敢欺负我的宝贝，胆子不小啊，还赤手空拳是吧？那就来个单打独斗，看我怎么教训你这只讨厌的猫。淘气淘气，我被土狼缠住了。蓝猫蓝猫，你说什么？我现在把医药箱扔下来，你们接住，赶紧救咖喱。听见了吗？赶紧救咖喱。猫大哥送医药箱来了。咖喱再坚持一下，医药箱马上就来了。咖喱坚持住。喂，没有我你成不了事儿。蓝猫，把医药箱扔下来。快扔快扔。收拾你们！我们赶紧进去，走！走！蓝猫龙骑团绝地反击！喂喂，老板，捷豹捷豹啊！在我的指挥下，我们以步上一兵一卒的巨大优势大获全胜。龙骑小队已经被全部歼灭了。全部歼灭是真的吗？
这个嘛，这个。老板是全部被围困。啊，我要的是全部歼灭，不是围困。是老板，我是说很快就可以歼灭。老板，你就放心吧，等着好消息吧。独眼鹰，老大在汇报工作的时候，你不要说话，听见没有？是，队长。咖喱，我带你去洞里暖和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巴豆。哎，怎么搞成这样？如果蓝猫能谨慎一点。淘气，你唠叨下就算了啊，还怪起猫大哥来了。我们被困山洞，全拜你所赐。哼，我相信猫大哥一定能带大家离开这里的，是不是？如果能把土狼的飞行器弄下来，大家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这么高的山，谁也上不去的。独眼鹰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歼灭龙骑小子。队长，听我说，为保险起见，还是等那群小子的能量消耗完了再下去吧，何必冒这个险呢？切，前怕狼后怕虎的，像你这样永远都当不了官，瞧我的。前进！我要制造雪崩，我要埋掉他们。没能量了，真倒霉！队长，怎么了？怎么停了？天气这么冷，还是等补充好了能量再去消灭他们也不迟啊。可是。飞行器是我故意停在那的，掉不下去的，一会儿我还要用呢。是，队长。哪有出口啊，哪有出口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巴豆，你怎么走路的？都带头带脑的，这下真的玩完了。好冷，我的橡皮筋掉了。哎呦，我的橡皮筋呢？我的橡皮筋在哪儿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橡皮筋有了！蓝猫，什么有了？有了什么了？橡皮筋呢？巴豆，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？别动，站住了。别动！蓝猫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啊！蓝猫真有麻烦了！哎呦！哎呀，蓝猫！啊，我明白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我说你别使这么大劲儿啊！啊！哎呀！巴豆，你别动！哎呀！坚持住，巴豆！哎呀！我快站不住了！哎呦，哎呦，我要弹出去了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知道了，没事吧？我不玩了。好，开始准备吧。淘气，你这么积极是想趁机飞走吧？只有我身体小，重量轻，才能弹得更远。对啊，菲菲，要不你第一个上。马东，你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好了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放！淘气，淘气怎么样？淘气，你受伤了吗？哦，太遗憾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哎。淘气，先休息一下，让我来吧。我没事，继续，再来。哟，想拼命啊？时间差不多了。我要像碾碎雪花一样的碾碎龙骑团，这么长时间了，龙骑小子应该变成冰棍了吧？他们这是干什么呀？预备，放！呀！这是还有。
能量块。看招！啊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救命啊！独眼鹰，你快下来救我呀！独眼鹰，快把救生机放下来！你听见没有啊？土狗，下来！我不是土狗，我是土狼。你下来！别让土狼跑了！拜拜！哎！啊！哎！啊！哎呀！哮天出世！哎呀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哎呀！我的尾巴！想跑得问问我的哮天答不答应啊！哎呀，不要扯了，再扯我的尾巴就要断了！哎呀哎呀，独眼鹰，不要让我掉下去呀！只能牺牲你的尾巴了。什么？牺牲我的尾巴？这怎么行呢？哎呀哎呀哎呀呀，队长，保住性命要紧啊。太残忍了，记住，我们异形军团牺牲了我的尾巴。我的尾巴。可恶，不过我还有办法。虽然没得到飞行器，但是我拿到了飞行器上的能量块。我可怜的尾巴呀！我土狼高大威猛的形象就这样让你们给毁了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你们看，能量块剩余的能量可以发射牵引光，我们可以利用它把飞行器弄下来。哇！淘气，我们有希望啦！是啊，我们赶紧行动吧。好嘞，我说，这么冷的天，派谁的龙去呢？林峰的电流好像有牵引作用吧？啊？对，你去。喂喂喂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呀？放入能量块，现在就看林峰的了。贝贝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凌风出击！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完了完了，能量块释放的能量也不足了。他们怎么还有这么强的能量啊？我猜他们这是聚齐了所有的能量想拼一把，可惜能量不足。我正是这样想的。看来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。我就知道猫大哥有办法。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剩余的所有能量都输送给林峰。快达到50%了，60%，哎，我说，下面怎么没有动静了？等他们变成了冰棍，我们再下去。说的没错。啊，对呀，独眼鹰一点都不着急，是不是趁我不注意，单独去找龙骑团？会巧玲上，那岂不是抢了头功了吗？说不定老板还会升独眼鹰当队长，不能让他捷足先登。不行啊！怎么了，队长？独眼鹰啊，你辛苦了，你在帐篷里吃一个鸡腿吧，好好的休息休息啊。等你睡足了，再替我值班。好吧。
豆，还顶得住吗？顶不住了。巴豆，巴豆，还差多少啊？还差10%。再来。巴豆，你先休息，我和淘气来。不行，我们都是龙骑战士。好，龙骑团一起来，加油！你们，贝贝，来吧！你们这样有生命危险，贝贝，不能停啊！加油！我们都是龙骑团。趁独眼鹰睡着了，我一个人去抓他们，再回去领功。危险，三人能量不足，不能再吸了。菲菲，行了吗？糟了，能量又在下降。菲菲，现在是多少？猫大哥，放弃吧。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已经很虚弱了，如果再吸你们的能量，你们身体内的热量就会减少，在这么冷的环境里，你们会冻僵的。龙骑团一定能够创造奇迹的。对，可是你们已经，我们是勇敢的龙骑团，创造奇迹的龙骑团。放弃吧，我以龙骑团队长的身份命令你执行。是，来吧。快停止摆了，快停止，快停止。你们等着，我一定完成任务，平地惊雷。蓝猫龙骑团，寒地激战。能量聚集完成，发射！哎呀，哎呀，毒眼！他们怎么突然就晕倒了？来试一下。哎，兔狼来了，大家准备。哎，龙骑团释放能量过多晕倒了，现在我抓他们回去领功喽。龙骑团行动。是。1、2、3，起。飞行器，就快成我们的俘虏了，他怎么还这么高兴？天真的龙骑团，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抢走我的飞行器吗？烈焰弹！就这点实力，还想跟我斗？队长，你怎么下去了？你一个人战斗是很危险的哦。不用怕，他们的能量已尽，我一个人应付得了。你去山顶的出口等着我吧。啊！
拦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瞧我的！八道加油，瞄准飞行器的通风口打。加油！用弹弓打。我就站在这儿，让你们打一百年，你们也赢不了的。你们打呀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什么声音？不好！不好！哇哦，巴豆打得好啊！佩服呀，巴豆，水平越来越高了。走，我们上飞行器，快离开这儿。快！想抢飞行器，做梦去吧！不好，要爆炸了！快跑！哎呀！哎呀！飞行器没了，我看你们怎么出去。哼，没了飞行器你也出不去。 No, 我带了工具压缩包，困不住我的，你们看。这是什么？这叫火箭鞋，一冲飞天。不要瞎折腾了，留点力气想想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吧。糟糕，他要飞走了，教我的。又是这一招，不灵了。站住！我左扭，我右扭，我左扭，我右扭，我闪，我闪，你打不着，打不着，打不着，打不着。如果你们救我，我可以考虑救你们呢。快救我呀！那我就飞走了哟。拜拜，再见。怎么回事？哇，打中了！火箭鞋失控了！巴豆，干得好！巴豆，好样的！火箭鞋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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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火箭鞋到手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我的鞋，快还我的鞋！淘气，捉弄一下他。是，明白。把鞋还给我，不然饶不了你们。想要吗？来拿呀！还给我！求我呀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来呀，快来拿呀！哎呀，我的鼻子！啊，火箭鞋呢？哇！火箭鞋，还有一只在这儿，快来拿呀！巴豆，瞄准他的脸，用力打！把那只鞋也还给我！想要吗？还给我！求我呀！还给我！求我呀！来呀！来！来追我呀！不好！哎呀！对不起。鞋齐了。你以为你能逃得出去吗？跑呀！跑啊！帮我，又把你们埋在雪里面呢！你这只土狗，我是土狼，你们想要我怎么解决呢？把你们红烧呢？
你想干什么？还是把你们亲炖呢？你别乱来啊！菲菲！我要你们变成冰块，这就是夺了我的下场。菲比，你们就好好的享受一下冰川的冷气吧。好冷啊！这只土狗，我绝对不饶你！好了，我再说一次，我是土狼，战斗之狼。坏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其他的工具呢。好冷啊！好冷！让你们瞧瞧我的宝贝，热气球！我可以做热气球出去。土狗，站住！土狗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们真是太会逗我笑了，太好笑了！难道你们认为你们的猫大哥还能回来吗？那只猫早就变成蓝猫排冰棍了。呀！完了完了，这回真的要冻成冰棍了。是蓝猫，猫大哥，猫大哥，这个家伙还真是不放弃呀、啊！来，你这只土狗，有本事你下来，我们单挑。菲菲，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抓住他。冰川寒气的地下气流正冲向热气球，位置刚刚好。有办法了，可以利用冰川气流冲上去拦截土狼。快帮我压住！那是冰气流，很冷的。没时间了。冰寒气流，我知道了。蓝猫是想利用冰寒气流的压力把自己冲到热气球上去。我们来帮你。还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啊，完全是浪费体力。我不陪你们玩了。一二三，你飞哎，总算安全了。土狗，咖喱，你好些了吗？咖喱，好多了，我已经没事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回家。山顶上的空气新鲜多了，我要好好的晒晒太阳。是啊，现在可以放松一下啦。多亏了蓝猫的妙计，我们总算可以离开这个冰冷的山谷了。我再也不来这里了。哪儿啊，这还不是全靠那只土狗的热气球我们才能脱险吗？蓝猫，怎么办？我们的能量斗不过独眼鹰啊！你们先走，我来拖延他。一个都别想走。我先利用波波球的能量挡他一会儿。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寻找金银蛋要紧，你们先走。好吧，走。来吧。凭波波球的能量就敢挑？哮天出世，接招吧！哮天的声音。啊？
猫大哥的能量早就用完了，不知道。不行，我应该和蓝猫一起去战斗。我也去。咖喱受伤了都不怕，我更不怕。班长走。哎，我们龙骑团永远在一起。没有能量了。你完了！猫大哥！猫大哥，你怎么样了？波波球损坏了。猫大哥！别说了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。想跑？哼，今天是跑不了了。你们的波波球被毁坏了，我看你们怎么找到恐龙基因蛋。独眼鹰，快来救我！我命令你。队长，还磨蹭什么？我快冻僵了。队长，我马上到。龙骑团，算你们走运。暂时先放过你们。